里里要带来萨克斯风，嘿、hey, ，其实我们都知道啦，后里真的是一个地灵人杰的地方，相信大家有知道有乐园，还有文创，有这个木匠兄妹，还有呢很多的萨克斯风馆都在这边呢，哦，呈现给大家，所以今天一定要来呢来一首萨克斯风，赞对不对？好，这是儿子还是儿子后里里，后里里对吧？这是里长哦。哎呦，那好好介绍一下后里里。后里里哦，哎，应该是后里区的，这是这个不但是花的故乡啊，也是乐器的故乡。好，所以说我们里长哦带头哦，我们一起来推广啊，这个我们地方的产业啊。今天哦，我跟我儿子哈、哦，啊为各位带来一首《相思雨》。很浪漫的歌曲，掌声欢迎我们后里里里长带来很棒的萨克斯风表演，呈现给大家。
拍个合照，杨里长了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来拍个合照，跟我们的这个里长，还有呢，我们的来小朋友，来来来，这多大？高小六哦，很厉害呢，后里地灵人杰，你看跟爸爸一样高一样壮了，赞！后里里赞！真的，你快追上区长了呢，身材加厚嘞，吼，你就快追上了。好，接下来最压轴的一个里的，我们的。